好，继续来看到，为了要积极解决部落公墓墓地不足的议题，秀林乡公所在景美嘉湾部落办理景美村嘉湾公墓纳骨墙工程的祈福仪式。秀林乡长王圭表示，今天非常开心的，景美村纳骨墙终于动工了。德国传统对火化是对祖先不敬的方式，导致推动与新建纳骨墙设施的时候，真的是碰到非常多的困难。那时候一定要经过部落的同意才能够施作，非常感谢在他任内能够完成这件事。更要谢谢我们在座的我们嘉湾的部落族人，你们的支持。如果你们不支持，永远这件事情我们也做不到。因为目前也不是只有嘉湾，其他的部落都有公墓满葬的问题。那公墓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未来比如说失去的祖先，那我们要把它埋到哪里去？好，所以当时就是一直为了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一直马不停蹄到部落召开多次的说明会。好，所以在这里除了谢谢，还是要谢谢族人，我们能够有相同的一个共识。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罗元礼也感谢部落族人们支持，让景美纳骨墙工程如期动工。纳骨塔的部分继续努力，也希望你们我们在座的乡亲好朋友，当你看到我们在建制的时候，要把这个讯息带出去给你们的亲戚朋友，要告诉他们纳骨墙对我们的部落有什么帮助。景美嘉湾纳骨墙为秀林乡第五座纳骨墙设施。自秀林乡长王明圭上任以来，秀林乡公所积极解决部落满葬的问题。目前秀林乡完工以及动工的纳骨墙设施为苗湾、水源、三站、嘉湾、榕树、崇光部落等等。秀林乡公所将持续推动部落纳骨墙设施建设的计划，并依据部落需求打造纳骨墙公园化的目标。记者中文学院报道。